愚者，我很好奇，这一次您会如何抉择？无论未来潮水涌向何处，这一战将由您来见证。为政以德，希，你可记在心里？希明白，为政也好，为商为学也罢，德是根本，义在为民。从今往后，你名为京希，自任令尹时，便要以荆州为名。你认为这世间如何？很黑，又很亮。就像此地，一切都黑沉沉的，却仍有几处烛火闪着光。燃烛并非易事。就是因为不容易，所以烛火才能在黑暗中显得格外亮。天连苍生，诸邪皆除。回应清平之月，柔柔去掌，时节有终，凝痴离闪，前进吧。金令尹，你能坚持至此，的确出人意料。但想回正时序，逆转局势，还差得远。你现在翻回，还有回转的余地。既已决定，京希绝不反悔。您曾说过，世间晦暗，燃烛并非易事，而我偏想试一试，看我这小小的烛火能否点亮荆州的天光。愚者，啊，您是否准予启用权限，将时序之能让渡于京希？您的意愿，我已知晓。
这世间如何？荆州的未来应当是光明的。愚者的选择已经落地生根，今夕我将履行承诺，将那个不存于预言的荆州未来交还于你，交还于荆州人民。